一比一，王楚钦发球。三，好球。哇，漂亮！王楚钦连追两分，到3-4。所以这种效果是比较好的，但这个难度也大。出手之后，他的侧身他是有预判的，所以他会能够提前。有的就是像有的运动员都是球。通过自己的调整，也先占先了。是是的，所以比赛啊，它不仅仅是场上。那人都已经动了嘛，已经站不住了。你看这下他啊，拔出台了。你看，哎，这样的话，于也是这种撕咬式的食品将啊，想，因为可能技术也。3-0，有一定的天赋，嗯，但是他的弱点也是，对，啊、再去对照检查，对，这个可能还需要一定的，因为他第一局啊，10-7领先，开局也打得不是很好，关键他今天给大号打他，一漏洞一弱点地方下手，你看，漏点要打开。受到第一局的影响比较大，没有调整过来。对，没有调整过来。是不是气？嗯，就是一个气嘛。嗯，是吧？什么叫意志？你扛得住，扛不住，你能不能及时调整？果断的抓住了这一盘的这样一个机会，确实感觉第一局，王楚钦在失。好，比赛。一个磨练。嗯，按理说像这种的，想办法，嗯，对吧？一个是应变去，第二个不要放弃，第三个想办法。那就跟部队打仗一样，其实部队打仗，这个曾经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：打仗是打什么？这种气势上的高低，其实在球场内的两个人是很看眼神就能看出来。嗯，所以这次王楚钦的从现在看战条件悟性等等都是很好，那么你再有一两个弱一点，偶尔碰一个强一点，是吧？1-6，这次的话输得更快。是。这年轻队员要好好总结。对，这个不是你的能力，不是你的水平，没错。而且我，如果大家有一些观众知道，7个赛点给愣给生搬回来了。对啊，开局。然后我因为哦有3个赛点是也是对方的。哎，许晨浩看起来已经胜券在握了。
啊，但是这种队内选拔赛对自己的这种锤炼呀，不光是胜利啊，有时候失败也要去练。嗯，这个确实。哎，这几分。这样的话，徐晨浩这球变现成功，11-5，3-0战